找到了，所以还装逼的不来。它是海底迷宫还是罗马竞技场？对于鱼类而言，它或许是修罗场。在各种各样的渔猎环境当中，井架结构体赋予渔猎谜样的色彩，让很多自由潜渔猎中高阶玩家趋之若鹜。由于井架结构呢通常建立在更靠外的海域，那么通常海水被污染的几率呢更低，对于渔猎人来说更容易获得高清的能见度，进而提供更好的渔猎体验。在结构体渔猎，想要获得可观的猎物，通常需要下潜到更大的深度，但是动辄几十米上百米的深度，狩猎一般仍在中水进行。在湛蓝的海水中鹰击长空是每个渔猎人的梦想。相比岛礁复杂的结构和稀疏的鱼类密度，汪洋大海中处理的少量结构体很容易聚集中大型鱼类，它有着更高的鱼密度。然而结构体渔猎的风险却远远高于岛礁。首先是它所处的环境洋流更大，由于井架结构呢通常在更靠外的海域，通常会面对更大的洋流，对于自由潜渔猎来说，充分的调息和放松尤为重要。但是湍急的洋流很多时候并不允许你有这样的空间，所以如果你不具备快速放松、降低心率的能力和较强的闭气能力，那么它并不是你理想的猎场。第二是误伤风险，对于结构体渔猎的风险意识不足的朋友，很容易被误伤。顾前不顾后，顾左不顾右，尤其是在下潜和深水的过程中，撞头的现象非常常见。如果你上升的速度足够快，这种撞击力量不单会造成皮外伤，更有可能导致昏厥溺水，还有就是在上升的过程中被洋流冲击身体和管壁发生剐蹭。第三是缠绕隐患，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条鱼中间之后呢，开始激烈的挣扎，并且开始环绕管结构逃窜。万幸的是禁止及时收绳索，避免了缠绕，但是多数时候呢，你并不能有效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当绳子被缠死之后，绳子失去缓冲能力，鱼大概率呢会撕裂自己而跑掉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绳索被缠死在较大的深度，那么闭气结绳呢会非常的耗时耗力，甚至引发缺氧昏迷的风险。第四是深度安全，对于很多刚刚涉猎自由潜水的玩家，由于竖直的管壁可以充当导潜绳的作用，这样的话有利于身体保持垂直下潜，在不知不觉中让渔猎人抵达更大的深度。绝大多数渔猎人都是在井架突破自己的渔猎最大深度，但是渔猎却不同于自由潜，无论是深度还是闭气耐受都需要留有足够的余地。往往很多人发现下潜到了一定深度超出了自控的范畴，同时面对猎物的吸引，在搏鱼之后导致缺氧昏迷。事实上绝大部分渔猎 BO 事故呢都发生在结构体渔猎。同时对于没有经过系统训练过自由潜水的猎人，错误的下潜和平衡方式非常容易导致耳压平衡失败，甚至导致这个挤压伤。第五就是心理负担，众所周知闭气潜水呢需要足够的放松才能获得更长的闭气时间，同时也只有放松才能具备足够的风险意识，规避潜在的风险以及伤害，也只有放松才能清晰的自我认知。在结构体渔猎运动当中，对于渔猎经验欠缺的朋友，需要严格的遵循前半规则。
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，但是无疑结构体渔猎只要你具备中高阶的潜水能力，并且有一定的渔猎经验，那么相比岛礁它是更容易获得猎物的。通常一天下来呢，一个渔猎高手的话很容易破百斤，而且它的渔获呢来得更有成就感。人总是这样的，假设过程波澜不惊，那么收获则无足轻重。人们在广袤的海洋上建立的油井结构以及风力发电塔，为海洋鱼类提供了觅食和庇护所的作用，在海洋生态当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同时吸引的大量鱼类又为海钓玩家和渔猎人提供了极佳的猎场。尽管狩猎的同时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，但无论如何，矗立于海洋中的井架是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。就像一篇英文课文中提到的，油井输油管体发热导致局部水温升高，加之井架上生活的人们向大海抛弃食物残渣，聚集并养活了相当部分的鱼类，但是人们呢又在这儿狩猎获得肥美的海鲜。所以问题来了， Who is who?